我们今天来学织一件极其简单的女士的开衫，它有着非常迷人的波浪边的效果。这款作品呢，它出自于我在中国已经出版的这一部编织图书的这一页。你所看到模特身上穿着的这一件，正是我们现在为你讲解的这一件，这两个是相同的同一款服装。好，熟悉我的同学已经知道，你在每一部书的封面可以看到我的名字。好，这款作品呢，它实际上毛线并不是非常非常的多啊，采用了一斤一两多一点点就能够完成它。采用的毛线呢是纯羊毛的粗线，两款虽然颜色不同，但是材质是一样的。每一根毛线的直径2.5毫米，用到的工具是6号的织针。好，整体我们采用的是相同的同一款花纹，也就是双波浪凤尾针，你已经看到了啊，一会儿会给大家看它的图解。另外两个袖子它采用的是阿尔巴尼亚的螺纹针。好，我们现在就来告诉大家它是怎样完成的啊。首先它是从哪儿起针的呢？其实是从哦，看我手指的这方向，这个半圆形的部分就是我们起针的位置，看到了吗？实际上我们应该给它这样颠倒过来给大家讲解啊，你就会立刻明白它是怎样完成的了。因为它有着非常非常强的设计感，不需要你对编织有太多的了解，更不需要你有很多的技巧，只要会织花纹就能够完成这件。好，我们来看啊，首先起针的位置啊，你看整个这个边沿啊都是我们起针的第一行。一共起了多少针呢？221针。看从这儿开始啊，一直到另外一侧，一共221针。221针我们织的是什么花纹呢？同学们准备截图，花纹的名字叫双波浪凤尾针。直接截下图来就好了啊。有同学总说，哎呀这花纹怎么织啊？其实凤尾针是一个大家族啊，它是通过加针和显针形成的这种镂空的花纹啊，达到这种像蕾丝一般的效果啊。但是它的变化出来的种类却非常非常多啊，我们给它冠了很多形象的名字，比如说单波浪凤尾、双波浪凤尾、花叶凤尾、凤尾竹凤尾啊，比如说是星星方凤尾，然后等等等等啊，不同的花型，然后形成的效果呢也不尽相同。这款如果同学们不会编织的话，可以在互联网上搜索一下，我之前给大家讲解过它啊。而且其他的很多同学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编织爱好者也会在互联网上发布这些织法的视频教程，大家可以看到啊。好，221针的星二双波浪凤尾针，我们往返啊，同学们，我们一直往返往返向上编织的啊。那么要织多高呢？总体看啊，给你这样展开就会发现了，你看它是跟着一直向上走，一直向上走的。但是要留意这个方向，看它的花纹走向是不同的，你看这是这样走的，然后这边呢是这样的，它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对不对？好，也就是说从这儿到这儿实际上是221针啊，实际上是221针的高度。也就是说这个针数我们向上一共给它织多高呀？22厘米，看到了吗？啊，织22厘米啊，总体啊给它织22厘米。织到22厘米之后，我们会迎来一个非常大的变化。什么样的变化？看200多针，它是包括了左右门襟、整个的领子、后脖子的部分都包括了，对不对？所以这么多的针数，我们一定会对它有一个调节的，对不对？好，这时候我们要将221针的两端，也就是刚刚你看到的这两个位置啊，要给它各取85针，不要再织了。尽管不再织，但是收针也是有规律的，也是有讲究的。如果大家我埋下一个伏笔，
大家到这个位置的时候，我跟你讲为什么我们要这样操作啊，所以大家一定要往后听，如果不按照这个规律来，你的衣服就穿不进去了，非常严重的后果啊，所以同学们一定要注意。好，221针的高度织到22厘米之后，我们取它的左右各85针，不再织了，从起始的位置啊，从两头的位置，正数第一针开始，这边是倒数第一针开始往上走，我们要给它取出多少？85针，没错。底下的时候你可以给它平收，但不要太紧，理解了吗？啊，可以松一点平收啊，看，就是取你的85针，从两头的位置啊，松一点的平收，向上收的高度啊，你最少最少你要留出多少？要留出啊，你最少啊，你只能向上平收50针多一点，不要超过55针，不要超过50针，55针啊，也就是说你从底下向上这85针选出55针来给它平收，而且要松平收，另外的部分千万别收，为什么？因为我们会留着给下一步操作，理解了吗？啊，给它将剩下的85针减掉55针，剩掉的30针给它串在一个不同颜色的毛线上，记好，两边都记好，理解了吗？好，然后怎样？它不织了，那谁还织呢？221针左右各去掉85针不织，那么正中间还剩51针是向上织的，理解了吗？好，这51针是谁呀？同学们使劲看啊，看，如果我们从下往上走，你会发现51针的花纹一直按照规律向上走，没有发生任何改变，注意到了吗？啊，一直到这儿都是这51针。换句话说，我们实际上织了一个什么呀？随意给大家拿一张纸画一下啊。实际上我们织了一个这样的形状，看到了吗？我们织了一个这样的形状，这儿就是这儿啊，这51针，看到了吗？啊，这边是谁呀？这边是那个左右的85针啊。这是多少？你起那221针，理解了吗？啊，写出来大家就迅速明白了，对不对？好，那么我们中间这个51针啊，向上一共织多少厘米呢？仔细看啊，我们向上一共给它织了38厘米。我说的这38厘米可是光这51针的高度啊，理解了吗？啊，也就是说两侧去掉85针不织，光织中间51针，我们就向上织了38厘米，理解了对不对？好，也就是这个位置的高度啊，从这儿到这儿的高度多少？38厘米。好，织完以后我们给它将51针给它收一个平边，一定要收平边啊，更好看一点，不要收机器边啊，而且不要收得太紧，一定要记住，平边弹性小，但是别忘了平边和这个花纹能够保持相同的平展的状态，理解了吗？好，51针也收好了，这边呢都给它散开了，对不对？那么下一步如何操作呢？好，我们继续啊，也就是51针我们收好之后，它就形成了刚刚给大家画出来那个形状，然后我们要怎样呢？我们要将它，注意看啊，我们要将它的51针的侧边的位置取出28厘米，看，也就是说从这儿到这儿，原款我们实际上织了38，对不对？啊，就是51针织了38厘米，但是我们取出28厘米来干嘛呢？跟你之前85针的那个松收平边的位置相缝合，全员注意，一定要从下向上缝，理解了吗？啊，这样它能够更加整齐啊，两边会保持对称，理解了吧？好，说到这儿，我们要把这个伏笔给大家说一下啊，你看这儿都已经有缝合了，所以需要的是什么呢？需要的是非常好的弹性，更何况一会儿你这儿，也就是51针你向上织这38厘米的这高度这儿啊，
你最初织的那个十厘米，51针最初织那十厘米是要作为袖子的，所以这个位置所有同学都要注意啊！你要怎样啊？刚开始织的时候，你要编针的时候一定要给它挑下来啊，一定要给把第一针要给它织，而不能给它挑下来不织啊。如果你把编针挑下来不织，从第二针开始，你的边沿弹性不够，理解了吗？袖子钻不进来，理解了吗？所以全员注意，在编织51针的时候，左右编针一定要给它横，每一针都织，不要给它挑下不织，理解了吗？好，然后还有哪儿啊？光这一点十厘米是不足以完成袖子的，对不对啊？也就是说，我们将51针的高度的38厘米高，我们取28厘米和85针你平收边的那位置相缝合，缝的时候别太紧啊。你缝完之后会发现，哎，还有一部分怎么着呢？剩下了的，剩在哪儿了？剩在你串着那个毛线，我让大家串在毛线上了，对不对啊？有一段都是针套，好，这时候你要把它都挑出来，那些针套挑在织针上，然后呢10厘米这个位置啊，你也要给它在它的边沿给它跳出所有针，因为让大家每行都织了，所以每行你都能跳出一针来，对不对？好，现在你在这个位置啊，由于你在这儿已经缝上，这就形成一个大洞，好，大洞周围的所有针都要给它挑起来，理解了吗？啊，挑起来之后你会发现，哎，如果环形向下织，它不就是袖子了吗？对不对？好，挑出来之后根据大家的情况来，刚刚我已经说过了啊，这个位置之前让大家最少留了多少啊？30针，因为你之前让大家这位置啊55针给平留了，对不对啊？根据大家的体重情况，个人的情况，这位置给他多留一点或者少留一点都可以，理解了吗？你想啊，你有30针，对不对？然后这位置呢，你最少能够挑出多少？你是10厘米的高度，你最少能挑出24针来，因为你10厘米刚好24行，以我们的这个粗度的针和线和这种花纹来说啊，24行左右，你最少能挑出20多针来，加上你这边的30多针，你算多少？50多针了，对不对？哎，你能够织一个非常舒适的袖子的部分。当然了，如果你的体重过重的话啊，整体的长度啊都要有调整。但如果你要在118斤以内啊，50针左右能够完成这个袖子的部分啊，没问题，理解了吗？好，然后你将你的所有的针数啊给它控制在40多针，原款一共40针，如果你要是很瘦的话可以，你是88到95斤之间40针没问题啊，但是如果你要是稍微的体重重一些，超过这个范围40多针也可以。我们织这个花纹，什么花纹呢？阿尔巴尼亚螺纹针，每5针它是一个单元花纹，看我看是不是5针，我再看一眼啊，对，刚好，哎，怎么有点蒙住了呢？你看螺纹这部分2针，然后3针4针5针，对，刚好每5针一个单元花纹，也就是说你挑的针数啊，再摆40针，再摆45，再摆50针，理解了吗？好，然后我们环形的织这个花纹啊，同学们把这个花纹的截图可以截下来，阿尔巴尼亚螺纹针，好，然后呢我们将它环形着向下，一共织多少？44厘米，看长度啊，40针或45或50针，织44厘米，然后给它收边就好了，就完成了啊。很多细节啊给大家已经讲得非常清楚了，我再重申一遍，首先这位置我们要留出10厘米来是干嘛的？是给袖子的，也就是说你的整体的部分这位置本身是38厘米，对不对？好，你这儿从这儿到这儿是28厘米，38厘米当中留10是给袖子准备的。之前你的平收85针的位置啊，你的没有织的85针的位置，只取了55针给它收平边了，对不对啊？另外一部分你有30针没有收，给它留着，给袖子留着。然后这边的这边的30针加上这边的你挑出来的10厘米的高度，你挑出来针数合起来一起织的袖子。
理解了吗？啊，这样你就会得到一个非常非常漂亮的、非常修身的一件衣服，花朵一般。仔细看，每一个环节都非常非常的简洁，没有任何的技巧，只是小窍门而已，没有你在编织过程当中的很多环节加针减针，没有，对不对？所以它是一个非常值得推荐给新手的款式，而且又非常的唬人，看上去很复杂是吧，但实际上编织的非常愉快啊，新手也能够零失误将它完成。好，如果喜欢这个教程请点赞，感谢各位。